您可以问孩子有关日常的问题，并鼓励他们勇于表现自我。一开始，您可以问孩子，你今天做了什么？当他们回答以后，您可以问更多特定的问题。举个例子，如果孩子们说他们和朋友玩了，您可以问，你和哪些朋友玩了？你们玩了什么游戏？或是你觉得最好玩的是什么？跟孩子谈日常的活动，可以帮助他们发展沟通的技能。